港事后，唐诗咏是 TVB 当家花旦之一，曾出演多部港剧，至今累积超过50部作品，更凭借精湛演技深受观众们的喜爱。他在去年底拍完电影后，宣布因合约到期离开了待了近20年的公司，随后开始四处旅行，自我进修，也不时与亲朋好友相聚。日前，唐诗咏开通了社群账号，并透过影片和粉丝们打招呼，热情的自我介绍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唐诗咏，小五是我来啦。影片曝光后，短短3天就吸引近千人留言，粉丝数量也接近万人，可见他的人气依旧很高。有趣的是，有不少网友留言惊呼，一直以为他叫唐咏诗，还一头雾水的表示他是不是改名了，意外的歪楼讨论，成为亮点之一。